这是儿子，有两只吗？不要再这样盯着我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我刚才超过分，他去咬布丁，不让布丁过来等吃的，然后就把布丁吓到那个车上等着去。
还不信吗？今天来工作室发货，顺便带大家看看最近工作室在买的东西。这一件是最近买的比较好的一件手工扎染的针织打底衫，这件扎染出来的效果每件都特别棒，这种扎染的细节也特别的好看。一件手工扎染的卫衣，这些都是店里面一直在卖的款式。这件是不戴帽子的一个脚扎花染的款式，这件质感超级棒，我自己也超喜欢，自留了一件。这些都是实验了无数个卫衣之后终于敲定的面料和版型，特别特别的有质感。今天短袖是过几天发，我们今天还要发货的是这件软软糯糯的。三袋，你烤了一盘都给掉我了，然后就烤了一盘就给你们是 OK。 看着我发的群里面很多会拉仇恨。我攒得了个那都是卸货到你了，对，因为直接是，你看开头两句是换金妙选人，后面全部就在说这个换金都给你，你又看到这个东西是在选你哦，要不然跟天空改成你，我就在想，有关的，你看，我是在想能把这些改掉，就是不用猜海边的天气，因为这个感觉有点一下子就跳出来，可以再跳脱一点，这个不用什么都可以，都可以去掉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一句，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嘛。Bye.
春。Like stars on a cloudy night. Sometimes it's best just to be alone. Take a minute to sort out my thoughts. But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need of some company, then I don't mind at all. There's this feeling I can't seem to shake in the back of my mind. But it starts at my heart and I find it looking in your eyes. I was running, just trying.